哇，这把这对抗就很激情啊，我们辅助哥明显就很有手法。有点困难，升二级，而且这个兵线我 Q 不到人了 ，Q 不到他，没啥办法。给你杀！又怎么样？这条命给你了，下条命再用。我勒个兜，你的下半区由我来守护。别他妈别进我野区打魔，进我野区打死你。来，进我就你进我野区，就你进我野区，就你进我野区。好，这件事就算了啊。给你吃个蛤蟆就行了啊！我留不住他了，那也比较大。他是在 F6 看到他的，能走吗？他下个 W 应该会刷的。好，还要进来锤你一下，勾进来打你一下，预想到的操作。就位了，我已经就位了。还有闪他不交哎，刚赚的嘛，懂你意思。
必然的。W， 可惜，拉斯特炫神，是真炫神还是假炫神？不对，拉斯特是好像是拉斯特炫人，不是拉斯特炫神，应该是假的。记得是拉斯特炫人，不是拉斯特炫神。我很少知道自己在找什么。我一个人虐他们两个，我直接开玩笑的嘛，那肯定不行。只是说，慢慢搞几下可以，就动一下，再 Q 动一下，然后再丢大招大动一下，再 Q 一下，再 Q 一下。慢慢 Q， 把他们下路两个人 Q 残就行了。小兵，如果你有一个穴位就不算是大作，我吗？那我这波，哎，这波操作也没什么问题了。先手压了半血的，然后上去打的操作没有任何问题，只说有点可惜的，这个达摩出了星矢之后，这个盾确实太狠了，对吧？这个星矢一触发，这个盾太吓人了。其实这波盲僧是没有大招的，打得有点可惜的。你又没技能了，吓吓他。机器人 QE 的真空器还是挺长的。我也是玩机器人辅助的，我肯定也很懂机器人。叫这个，干嘛呢？兄弟，你妈一技能交了，你瞧不起谁啊？真以为我不敢越你的塔？我是射手啊！太装了，把一技能交了。没交我还拒你三分，交了不就是一只代表的羔羊？不能打一波啊！切记，我们这个组合是不能打一波的，一定要我慢慢消耗。我慢慢消耗到残血了，可以考虑尝试一下。完了，我以为伤害够秒他的。
其实感觉这波串跟我打起来了。对啊，我不然我不可能2600块钱不回家跟他们蹲吧？那我的优势等于没有优势啊！装备你再有钱，你不出装备，你就是没就当时等于没优势啊！就再让我选，我也不可能2600块钱去那个位置的，包去不了，活着那么两包去不了的。去就白给，对了，白又被单杀了，炫又死了，炫。哥真没血了啊，50点血，无力再战了，已经吃了很多伤害了。他没闪的，家里要上波闪现他就交了的。300块，刷得出来的，至少小龙一分钟。好快的大招，我只能说确实有点快，没反应过来，主要是我根本就没有想到是从我们家野区出来的。因为看这边有个这个河道眼完全没有侦察了，收来时没有那个意识，没想到，所以完全没防备，那不很简单踢出来。他妈的进化能解个锤子击飞啊，老子进化解击飞是吧？还是进化还是教进化有无敌帧啊，教进化
无敌针不掉血，把他们踢回来了，必死无疑了，还需要技能？跟我没关系。当世界处于毁灭的边缘，总能抄近道。他如果他们两个要搞他的话，是可以防御的。这不打大龙啊，那肯包打大龙的呀，你们抓个剑姬，抓剑姬就有大龙。干嘛看那个表情啊？我这有眼吗？不然他那表情给谁看啊？他不只能给我看、啊。在我们家 F6， 这波我是有意识到的。这波你不可能给我搞了的。上波没想到这波有防范啊。拿下，这把就玩的是很好。如果是比赛的话，这把的 MVP 一定是辅助的。这把辅助玩的很好很好。